园林的咖啡豆真的不错哎，比 Voodoo 的好喝太多了吧？哇，讲一个。这就是你想要开的店。为了这种店，你放弃了 Voodoo， 不肯去 Royal Taipei。你真是比我想的还没有出息耶！我当初还那么看好你，我承认是我眼睛瞎了。我本来还在想说，有没有可能错的人是我。看到你这店之后，我终于明白。错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